整个效果咧就好抢啊！你见到咧系红色啦，金属感好强啦，太阳放射纹啦。不过讲下价钱先，嗱，男装系11,000+啦，附近啦。咁啊，女装就系10,000+啦。嗱，大细一只系40，一只咧就系30。咁逐只买都得嘅，唔一定对标嘅，即系唔一定一次过买啦。咁可以即系男士可以买男士，女士买女士。咁啊，一次过买更加欢迎。嗱，介绍下功能先。嗱，自动机械表啦，呢只咧系天文台机芯，所以你见到咧 COSC 50米潜水，同埋咧嗱 symmetrical 系嘛对称，咁所以咧 day day 咧系喺同一个。即系6点位置啊，做晒啦。嗱，夜光你见到咧系一只好 vintage 嘅青绿色夜光，而家冇噶啦，转晒噶啦。嗱，成只表咧根本上咧系有少少运动表嘅型格。咁你见到咧前面个外圈咧系做咗一个外圈之余有一个冚片啊嘛，呢个冚片咧就系铝片嚟嘅。咁但系咧做咗好多分钟嘅刻度系唔拧得嘅，就唔系潜水圈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就咁睇落去咧。運動型格都係十足啊！嗱，見到個扣好實淨啊，鏈帶亦都係實淨嘅，即係靚鋼水啦、實心扣啦、彈弓鎖啦，嗱透明底，嗱藍寶石呢啲基本嘢噶啦，唔使再問噶啦。嗱，隻機咧係 ETA 嚟嘅，224，咁 day day 應該係232、236啦，咁行一個雙日曆啦，咁做咗一啲妥嘅鏽鋼嘅，咁你見到有英勒格嘅雕刻啦，即係鏽鋼咗啦。有嘅 Dorodium 啦，同埋咧日落下條紋嘅打磨啦。嗱，睇埋個女裝啊，留意一樣細節嘢咧，佢寫啲字唔同喎。嗱，女裝咧就冇天文台嘅，男裝就係有。咁所以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啦，男裝係貴少少啦。咁但係女裝下邊個字咧有個日曆啦，寫住 Super Test 啊 ，Super Test 即係好勁啊，好強嘅測試啦。咁啊寫住 Automatic 啦，同埋一個藍寶石嘅意思。整體上的做工都是一樣的，是大小不同的。我留意到呢、那個秒針呢都是一個圓波式的，就是夜光點啦，劍針啦，也都是長的條形夜光字啦，105,000的定價，也都有透底機芯啦。條鏈帶呢是一種斯文的型格，這種設計呢比三格帶呢又是即係 elegant 少少啦，所以呢隻錶呢是很有趣的。可以作為一種好正嘅日用錶，運動得嚟，進可攻，退可守，亦都有咁 sharp 醒嘅金屬感，咁正，咁搶眼嘅一隻紅色啊！